接下来有个动脑时间，就是问你活性大小，就是问你氧化剂、还原剂，判断一下谁是氧化剂，谁是还原剂。啊，来，第一个，锌跟氧化铜，锌跟氧化铜，根据你以前所背过的，我叫你，我不给你个序列吗？甲钙钠镁铝，巴拉巴拉巴拉，有没有？来，根据你所背过的序列，锌的活性大还是铜的活性大？锌嘛，铜很小嘛，铜汞银铂金都比氢还要小嘛，所以锌的活性比较大。锌加氧化铜会不会发生氧化还原反应？会，因为活性它可以抢过来，对不对？你会写方程式吗？会。啊，我写给你。锌加氧化铜产生铜加氧化锌，因为锌的活性比铜大，所以可以把铜的氧给抢过来，横刀夺爱抢过来。好，于是乎，停车站借问，请问你在这个反应里面，谁是氧化剂，谁是还原剂？请你告诉我，这边谁是氧化剂，谁是还原剂？来，氧化剂是谁？十五号，氧化铜。起立。氧化剂是谁？还原剂是谁？氧化剂是氧化铜，还原剂是谁？锌。锌，很好。还原剂是锌。讲过了，国中程度，氧化剂就是由氧的，基本上是这样子，大部分题目都是这样判断。几乎所有题目都这样判断，因为我们国都这样学的。好，那反过来，碳加氧化铅，你有背好碳的活性大还是铅的活性大吗？碳的活性大 ，OK。所以碳加氧化铅会不会有反应啊？会。碳加氧化铅产生什么？二氧化碳。跟什么铅？啊，碳加氧化铅产生二氧化碳。好，那就看到这个反应式之后，一样停车站借问，这里谁是氧化剂，谁是还原剂呢？谁是氧化剂，谁是还原剂呢？谁呢？好，帅哥。二十一号已经不在了。26号，26，氧化铅，氧化剂是谁啊？氧化铅，废话，他会给你填。谁是氧化剂？氧化铅。谁是还原剂？请坐。氧化剂是判断。下一个，铁加氧化镁呢？请问你活性谁大啊？镁大，铁的活性比镁来的。不会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啊？不会嘛，铁的活性比较小，抢不走氧化镁的氧嘛，所以就不会发生反应，所以当然就没有什么氧化剂跟还原剂的问题嘛，就没有反应嘛。所以刚才跟你说过了，第一件事情请学会，我如果告诉你化学反应式，你可以判断谁的活性大，谁的活性小。A 加 BO 产生 AO 加 B， 表示 A 的活性大于 B。C 加 AO 没有反应，表示 C 的活性小于 A。再来，写了好几个完之后，有好几个氧化剂，有好几个东西 AO、BO、CO， 有 A、B、C。你要知道谁是好的氧化剂，谁是好的还原剂、还原剂，要会排，就是我们要学会的重点 ，OK 吗？OK， 有人有问题吧？没，很好。